什么地方的？别聊了，你走吧。不，咱是什么地方的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管，你要有，那就帮我2块钱就行了。这是谁呀？我老婆是谁？我看着她年龄比你大得多呀。哎呀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你。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就骗人。那他有病吗？啊，他有病吗？糖尿病。丢药饭。